Why do we wake up? Feeling like I'm overexposed. I guess it's kind of mistake. But I just wanna keep myself close. Nothing hurts like being blindsided by love. 那这样子调到好就是合适位置就把它夹进去。你要首先到眼镜这里呢，视线资料呢是先选择好名称的可以修改。你要行的是改成句型，要面积呢是咱先把宽度设进去。 速度呢是根50%的，咱们设定，这样子呢面积就计算出来了。这样子呢就点确定，点完确定之后，然后就是点这个控制方向选择这里，点修改。这里是速度是50%到500可以设定，然后断点呢是拉断呢就是一段点30%，这样子设定好那就是可以直接点点。点完确定之后，点一下清零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点这次了。 然后现在产品就已经是拉断了，然后你可以点保存，也可以不保存，也可以点取消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点这设计结果这里，可以点出报表，然后再进行保存就可以了。